少过15,500咯，差唔多啦。你啊，我真系睇唔到啊！睇下之后有冇机会睇翻重播吓。系咪18岁以上先有得攞，定系全计埋学生哥，即系全点啊？好似要18岁以上系嘛？啊？你点睇？大学生零用钱啊，系啊，系啊，啱啊，讲得啱啊，俾大学生零用钱啊，啊，靓啊，又哇中柱弹入啊，一定要18岁以上嘅啊，有啊，年尾有18岁都拎到咁样，哇咁好啊，大学生有4000蚊会做咩？去个旅行啊之类啊，都系咁样噶啦，又话咩买？陈茂波嗰阵时话咩买部 iPad， 喂，好多人多啊，呢啲钱都系多部 iPad。好想知道咁学生而家系咪冇即系唔会买唔可以买 iPad 不准啊啊？关佢咩事啊？讲真，你派咗人哋中意点用就点用啦、啊，我 iPad 你唔俾我有冇 iPad 得到咩知识噶、啊？发咗达啊，因为我唔小心睇咗篇唔知咩文啊，啊有咩问题？你用唔用 iPad 啊？陈茂波你都用啦，系嘛？问下佢，你有冇喂？你有冇 iPad？ 跟住俾人周到又话唔得，又话多部 iPad 点点点啊！啊，哇靓啊呢下转身射，咁就即系咁样咯。你之后仲有个咩政策啊？系啊，好似话要修改翻咧嗰个会考，即系 DSE 啊 ，sorry 唔系会考啊。DSE 咧就而家咧或者咩考虑咧就净系可以系咩啊资助嗰啲喺日校读紧嘅人士啊，即系之前咪好多人话咩啊，因为佢个政策系免即系免考试费，免考试费啦，咁又梗系好多人就话啊，既然系咁，我要享受啦，全香港好多市民就唉、哎，其他都享受唔到，得呢一个享受到，咁冇啦，你逼我报考啫，咪一齐去咯咁样。咁啊，陈茂波就话：，哎，而家又即系好似发现到有问题之后咧，就话或者会更改，系嘛，会更正翻咧，就只系入校嘅人士咁样咯，吓、啊，你点睇啊？啊，靓啊，轻轻松松啊！之前有啲人传闻过系咪俾大陆人去考嘅，佢话咩呢个？因为佢话咩烦，即系免考免呢个学费，免考试费，佢冇话啊外国人得唔得啊，或者点？有啲人就话系咪？因为佢有啲人咧就唔知道上网揾咗啲文章，嗰啲咩百度、百科啊定乜鬼嘢，就有教咧点样教啲大陆人点样落嚟香港咩考 DSE， 跟住咩读大学嗰啲攻略，巴拉巴拉巴拉嗰啲咁样啦。跟住有啲人就话佢当戴定头盔，唔系我讲嘅。系啊，啲网上嗰啲评论，佢话呢个政策系咪为咗咁咧？咁样咯。咁如果而家只系日校得，咁即系有冇讲话系香港嘅日校咧，定系大陆嘅日校都得咧？咁又唔知啦。呢样嘢又系啊。有咩？有人话如果自修生好惨咁点搞啊？咩自修生系冇人支援下，咁自己去考仲要俾多啲考试费或者点样？呢样嘢不嬲都系咁噶啦，政府都系从来冇点会理咁多啊，挂鬼事啊！佢就系觉得好啱，即系一听到啲有个人话咩会考嘅时候，佢已经头都痕。佢系谂办法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咁啊算数啦，佢点会理咁多啊？系嘛？咁啊就麻麻地啊，啲人就系嘛？即系对于呢样嘢又好多呢啲咁样啦、啊，吓、啊、陈茂波唔系几好啦、啊。有咩会计仔出身拎住咁大盘数唔识做点？点得啊？有啲人啊咁讲，我唔知喎。会计都唔系教你点样用钱呢啲啊。会计唔系教你呢啲喎，你以为读会计啊？如果你有人工10,000蚊，你啊咁样，会计唔系学呢啲啊？会计学嗰啲嘢好奇怪啊！咩叫折旧？唔知几个
咩咗咩啊？你有几多资产？你有几多咩债务？你读完你会觉得日常生活用唔到，除非你系一个有钱佬，有啲乜事企业啊，咁样你嘅会计知识有先有用。你日常生活，你想啊计下呢个月咩人，即系人工点样用啊，家用啊，买串鱼蛋啊，点咧就你加减乘除都够做啊，同埋系睇你嗰、那个即系点讲啊。即系你自己生活经验啦，应该点样啊？买啲咩贵啊？买啲咩平啊？点样悭钱？呢啲唔系学会计，会计学唔到呢啲。会计学啲嘢复，系一啲我可以话系同你日常生活系都几脱节嘅嘢。虽然我唔系话读得好深啊，即系戴定头盔先，我可能会令到有啲人话啊，你唔好侮辱会计，巴巴巴。因为我点样嗨到少少会计呢？系嗰阵时，好、哦。嗰陣時咧，要讀 A level 咧，就有一科叫咩企業概論啊，啲咁嘅物體 business studies 啊。嗰陣時就有 high 少少會計，就有讀到少少啦，啊，嗰啲咁樣，嗰啲咁嘅嘢，咁啊會知道咯，啊，唔知道，總之又要計，我唔記得佢有時有啲題目要你計數嘅，唔知咩呢間公司咩折舊係幾多啊？即係佢突然間有兩個表，總之佢填即係突然間少一欄嘢，咁你又要自己揾翻出嚟啊，咁樣之類咯，好，嚟啊！可惜啊，冇辦法啊。總之佢就大概咧就將你嘅人咧就分。你嘅財產，你總之凡係會計嘅嘢有兩個世界，一個就係資產，有啲又叫咩 fixed asset 固定資產，咩樓啊、地啊，嗰啲又叫 fixed asset、fixed asset。跟住有一種就係唔知咩流動資產啦、啊，咁樣啦 ，liquid 啊，我唔記得叫咩 lic， 唔記得咯。總之有兩種，一種固定資產，一種流動資產，梗係。跟住咧又有啦，跟住又分咩債務，債務又有兩，又係有啲咩固定債務同埋咩即係流動債務之類咁樣咯，啊，跟住有咩折舊，唔知乜乜乜，最記得就係呢樣折舊呢個概念，我認為係最匪夷所思嗰啲嘢，好嚟啦，唔知折舊啊，唔知咩可以扣税喎，唔知点解啊？因为个啊系类似话咩，因为你要俾钱去维修机器，所以咧就啊，例如你电脑呢啲系会折舊嘅，跟住你就啊，即系凡系啲机器啊，有帮助生产力嗰啲咧，就可以有一个叫折舊咁嘅嘢啦。你第一年咧买咗唔知咩1000万。咁咧，你就第二年又報咩折舊啊？唔知幾多嗰啲又可以咩報税？唔知乜鬼嘢，類似啊咁樣啦。咁你又可以俾少啲税，你又同政府講啊，我冇賺咁多啊，因為咧呢啲機器啊要俾錢維修啊，呼呼呼咁之類咁啊。政府就哦好啊咁樣咯。咁你噏嘅啫，咩折舊幾多？佢唔會要你俾。佢好似有个大，即系你当然唔好太夸张啦，折旧咗九成啊咁样，即系我下年就唔使俾税啦，咁样唔得嘅，唔得咁样嘅，即系好似有个固定嘅比例，但系都系自己噏嘅啫。咁实际上你可以照样唔俾钱维修，大把啦人系咁啊！你估真系咁多生意人做足安全措施咩？照坏坏地照用，佢折旧咗，但系佢冇维修啊！问题系吓，可以系咁样噶，类似系咁啊！嗰阵时读嘅，哇，犀利，扭咗几下，即系呢啲又系嗰啲会计概念咯。咁你用落你人度，你冇傻哇！我今日你电脑唔知折旧咗几多，咁又对你嚟讲冇咩影响。折旧，因为你冇即系对普通市民。嗰啲咩個人入息税，佢唔係計你呢啲啊嘛，計你人工啊，咁所以你都唔會有咩影響咯嚇。好，又係咩識少少扮代表冇喎？我都話我淨係識少少，我都已經戴定頭盔，就係咁樣咯。你點睇？你而家聽完會計啦，呢個就係我喺會計學到嘅嘢啊！你點睇？啊，好似我係考試考親呢 part， 我都唔～
做嘅。嗰我一問到呢啲計數嗰啲，即刻飛咗佢，讀都温咗少少，但係即係萬一撞正先至會考慮做。即係揀無可揀題目先要揀呢啲，否則我就唔會讀呢啲啊！啊啊！又系咩数学家？你话呢啲会计同数学都唔同咩？数学啊啲咩方程式啊嗰啲呢啲唔同。会计啊将啲数归类啊点点点。我嘅睇法就系咁咯，好似搬游戏，即系好似嗰啲咯。啊呢一笔数应该归落去，呢笔数啊归落去咁样，类似咁样咯。啊！中学就可以读噶咯，你知唔知？你好似会计，听起上嚟咩会计师点点点，但我唔知道大学嘅会计同你中学读嗰啲有咩分别啦，吓、啊、有冇人知道？啊，你会觉得好即系好职业性嘅嘢，但系中学可以读到，有冇分别嘅？会唔会你中学读晒嗰啲会计，大学已经唔使读？我咩嗰啲，我读企业概论呢，你预科读嗰啲呢，其实都读咗大学好多，因为我有时问大学啲人借佢啲 notes 嚟睇呢，其实好多都系我中学嗰陣时已经读过咯，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啊。好嚟呀。俾落去靓呀。成龙俾上去。可惜呀、啊。呀咩呀，中学同大学嘅中文有咩分别？有分别好多啦，你幼稚园嘅中文好简单，呢啲係最英语文呢最大分别嘅，好容易睇到啦，科学嗰啲都好易睇到。嚟咩呢，嚟你英用英文嚟讲仲易添啊，細个幼稚园咪 ABC 囉，英文咪 Apple， 即係小学咪去到 Apple Banana。咁、啊、中学咪开始又成篇文俾你睇呀，点点点，大学就睇啲超高深莎士比亚咩咁样囉，咁你中文一样呀。啊你去到大学咁梗係读啲古文呀、啊、或者结构性嘅嘢呀，语文呢点样，中文呢嗰个字呀点嚟呀，古代发音咪点呀，嗰啲咁样囉。啊啱唔啱，好。有位兄弟话会计就系，如果你冇单就计唔到啲数，系啊，你可以咁讲咯，你梗系有单先计到数啦，唔通你自己喺度噏啲数出嚟作啊？我人工一亿啊，自己喺度督数啊！我而家冇债务嘅，掟搣烂晒啲纸啊，嗰啲债借据。搣烂晒啊，冇咯，一蚊都冇欠债，人工资产自己写几张地契落去啊，自己写话咧呢个全香港嘅地都系我嘅，100亿咁样啊，咁啊你咪净赚，净赚几多啊？督数会计师啊，啱唔啱啊？睇先。啊、所以就系咁样咯、啊，所以你梗系要一定要有单有据噶啦，呢啲啱唔啱啊？你啱啱讲啲系最低 level 系会计文员，即系最渣嗰啲嚟嘅，劲嗰啲有啲就话唔系咁样啊，因为系读啲法律，即系喺会。去到高级大学嗰啲就系读，即系可以话系法律上，即系应该点样先可以交少啲税啊之类嗰啲啦，即系你就会可以睇到点样系即系可以聪明地交税咁样咯，系嘛？就系、是、咁样啦，呢、這个就系会计师嘅作用啊！有人话传闻索罗斯会打香港啊！有人话系啊，今日有单新闻系咁讲啊，咩索罗斯？咩已经咩秘密增兵啊？咩喺香港咩起咗几间公司，话咩准备又嚟多次咩亚洲金融风暴定点？有啲咁嘅文章啦，我有睇过啦，啊，到股市都跌啦，今日点解呢？今日咧呢排全部嘢都跌嘅，近排都点解呢？
就第一就系咩特朗普，特朗普咧就有个咩今日就有讲嘢嘅，佢又唔知签咗个话要收关税嘅协议，收骨咩即系已经签咗啦，咁咧就话咩个部门咧就会讲啊筛选下啲货品边啲咧就要收税，收边度税咧收中国税。咁咧就佢发表声明嘅时候咧，啊，我哋同中国好 friend，特朗普就话咩 we are friend with China 咩咩 C，I know C，即系 C 即系习近平啊，I know C，he's good，就话咩同佢好 friend 啊，点点点，跟住又话咩。咩？我哋做咗好多嘢喺 North Korea，即系北韩度有好多合作，但系佢话咩？而家咧有好多贸易逆差，即系佢话呢个系冇办法改变，就要做嘢。We have to do something。咁啊，唯有就要做呢个行动啦。就咩交即系关税协定，咁啊，于是就影响好多，即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不利消息咯，就影响咗。股市啊，梗係好多啊，因為佢話中國好多嘢賣去美國咁樣啦，之類咁樣咯，啊，咁啊，你話咩亞洲咩咩影響？我話有人話咩會攻香港，其實你攻香港對我唔知啊，我諗普通人而家都冇咩錢閒錢去買股票啦，即係而家即係個物價咁貴嘅時候，你哋有買股票啊？你哋買咩股票啊？我想知。如果你有买股票，咪会即系损手烂脚咯。即系你话俾索罗斯咁样咩供香港，否则对你佢咪会整到咩经济？即系你又想话可能会变成咩沙士咁样啊？咩冧市啊？咩亚洲金融风暴啊？咁都冇，你问我有咩睇法都冇咩睇法啦。唔通我同索罗斯讲喂唔好搞啦，我又唔识佢，系咪坐喺度傻啦？搵咁多钱系嘛？你？控制唔到嘅呢啲，咁啊冇计啊！呢样嘢就只能够听天由命咯。即系我又唔熟呢啲咩金融嗰啲嘢，唔知点吓。咁、啊、有啲人就喺度讲翻话咩嗰阵时就咩揾任志刚，任志刚嗰阵时咪咩托市。有啲人有讲过喎，你知唔知咧？经济学派，如果我冇记错，嗰阵时读书时期有讲过，有啲人咧咩我嗰阵时咪读经济咧。有一样嘢，有个概念好白痴，叫咩 invisible hands， 咩无形之手啊？你听起上嚟好似好低能，呢个咩好中二病，噏乜鬼嘢啊？咩无形之手咧？佢话咧市场上凡系有啲即系古灵精怪嘅行动啊之类咧，咁咧就算你乜都唔做，好，即系乜？唉。你乜鬼嘢都唔做咧，就即系随住时间过去，就会市场有只无形之手会将佢拨乱反正。咁所以咧就结论咧就系你乜都唔使做，即系其中一个学派咁讲啊。总之长久你度经济咧就去到后尾咧，佢就会翻去一个均衡点啊。正常唔使搞咁多嘢，佢自己会翻去原位。咁嗰陣時咧讀書嘅時候就我記得嗰個唔知 Miss 定阿 Sir 啊就有咁講過，有啲人係會話咩唔使唔應該咩攞政府錢去救市，即係托啲股價，即係佢話你咁樣係淨係益咗嗰啲上市公司啊，巴拉巴拉巴拉之類啦。佢話因為經濟呢啲係咩宏觀經濟嘅話，佢自己會有周期係會咁噶啦，咁俾人搞完遲啲又會自己會好翻。之類咯，咁後來好似嗰個嘢就托市嗰啲錢啊，變咗咩盈富基金啊！大家如果有知道，如果你買咩股市，而家又有一樣嘢叫盈富基金，就係、是、當年嗰個托市啲錢買啫，即係佢為佢托住啲股價，咪喺度買股票，買啲現成有啲藍籌股啊嗰啲咁樣啦。咁政府冇理由係成為嗰啲公司股東噶嘛，咁佢就將嗰啲嘢就掉曬落去嗰個基金，就啊政府就當呢啲咧就係政府投資之類啦。如果我冇記錯，呢、這個已經年代久遠，十幾年前嘅。老师教嘅嘢啦，呢、這个就系咁样咯，吓、啊、你点睇？
但系咩香港就系有形之手啊，斗到到其实根本就全部都有人有形之手啦，有边个国家真系唔做嘢啊？系嘛呢啲啊？你以为咩香港系咩自由经济啊？傻啦！我话俾你，就算美国都唔系好自由啦，即系全部都有嗰啲咩，肯定都有垄断嗰啲嘢噶啦，系嘛？呢啲唔使讲啊，好。但外國佬又有時啲法嗰啲法院政府又會好中意告啲壟斷友仔啊，好興啊，會告得啊。香港冇試過，開即係香港法例以嚟有邊有冇一次有呢啲咩告咩壟斷法嗰啲冇啊？所以香港係你做唔到生意就係因為冇呢啲啊，你啊俾人壟斷晒又。冇咩可以吓，即系你错过咗时机，就好似啲人讲大富翁，佢已经过香港已经系你系人哋已经买晒地，你先入嚟开始玩啊，咁你就负责俾钱，你系负责俾钱同咩入狱啊？你有几样嘢吓？当一个大富翁，个个人已经买晒地嘅时候，你先踩入去玩嘅时候，你得几样嘢？咩机会？啊！你啊抽嗰啲卡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好彩嘢？咁啊，一系就咩 go to jail 啊，坐监，仲 有啲咩可以做啊？都谂唔到咯，啊！仲有咩可以做？停车场系嘛？好似就有香大富翁有几架冇咩起点，每过一个村就起点攞钱啦、啊、出粮啦、啊，跟住就咩有一架就系咩监狱坐监。跟住有一个就系咩停车场，好，系啊，OK，我识噶。嗱，去非洲开新局可以啊，你唔知，而家好多人去非洲，我咪话我去英国撞到嗰个人，有个 Uber 司机，佢喺度，你记唔记得个 Uber 司机介绍我识咩啊？有样嘢叫呼呼。啊，呼呼就系嗰啲唔知一粒粒米定乜鬼嘢嗰啲咁样啊，差唔多我哋系时候转个游戏咯，呢个都时间差唔多要玩望行。嗰个 Uber 司机咪话好多人移民过去非洲嗰度搵生意咯，系咪先？好多啦，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啊，请等等，转个游戏先。
边个生日啊？红云人世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黎宇龙生日快乐，麦庭轩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李佩贞生日快乐，钟嘉欣生日快乐，仲有边位？仲有边个你啊？大哥哥生日快乐！啊，话 Kiss by 帮我玩咗几多？玩咪喺度搵文臭脚咯啊！仲有边位？宏宏生日快乐！有边位？钟伟迪生日快乐啦！好，而家咧就即系嗱，寻日我哋又打咗咩司徒龙噶啦，系前日啊 ，sorry 啊，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哇，一条虫都冇只中到俾我哋打靶仔。咁咧，而家咧就要打咩爆焰的，我打个降龙啦，同埋咩炎黄龙啊。咁啊，应该都执好晒书包啦，唉，唔搞咁多嘢，好烦。反正我都系主要，我都好少用啲咩特殊招数打打降龙。OK， 咩营地啊？唔知道，是但拣一个。Go go go go！ 万八蚊，其实咧一个人打有好处就系啲钱。赚多啲哦，诶，由于要睇 CG 啊，所以 Kiss by 啊嗰啲入唔到嚟嘅，可以入得去啦 ，Go go go！ Will it？ 又咧，又系咩？仲用紧呢把嘢？呢把嘢已经进化咗啦，你知唔知啊？你以为睇个样系冇咩分别？呢把嘢已经系呢一个级别最劲、雷属性最劲嘅武器。Go go go！ 咩唔食饭入到去可以食噶系嘛？唔系咩？唔系成日都系入去有得食饭啊嘛？唔系咩？啊！嗱呢度有得食饭啊！高龙嘅栖息地就喺高处啊！各位唔该准备啦！啊！啊！等等，哇！攻击力 up 中啊，太好啊！加攻击力。好，有啲诶，睇下执定呢啲袋有啲咩先。好，冷饮。咁啊，饮定啲冷饮啊嗰啲啦。啊，睇下先。呢啲007入个子弹先。梗系冷饮鬼人药都好用嘅，加攻嘅力嘅冷饮，一阵去到附近就饮饮冻饮，好你嗰合唔合理？饮啲冻饮。